他不仅感慨，不可想象啊，当年铁汉一般的男人，如今端着保温杯。要系好安全带。网友调侃：安全带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喝啤酒都想放两粒枸杞。人潮人海中有你们。所谓网友嘲讽的中年危机，其实是心理。然而这未必是中年人的心理危机。拿保温杯的中年人很多人，一帮年轻的后生却坐不住，纷纷对大叔们冷嘲热讽。就像有评论者说的，吐槽保温杯实际上是隔岸观火，自己年纪轻轻压力挺大了，但是嘲笑一下中年人仿佛自个儿也挺压了，这属于又回到了鄙视链这个老话题。如果说中年危机实际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压力，那么没有哪一代人的中年宿命，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宿命，委屈挣扎奋斗，没有Thank you.
他们偶尔他们的钱。개미들 올라가는 거야. 네, 그렇죠. Thank you.
2번, 2번 버스가 200번, 3번, 4번, 205번, 207번, 208번, 209번, 버스가 212번. 11到10度，西南风3到4级；池西区21到10度，西南风3到4级；池南区21到10度，西南风3到4级；天池11到5度，天气温度7级；陆路13到7度，天气温度5到6级。北方雨势警报，天气温度3到4级。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，陆路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不清楚。那么，以上气象信息由我们天气服务中心为您播报。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航班方面的动态，来看一下啊，来我们大理长白的自由行的航班有哪些？首先关注到的是哈尔滨至长白深至215，到港是8:55，长白深至这个长春至21577，离港是9:40，北京至长春至长白山 HU7465，到港是10:25，长白山至长春至北京 HU7466，离港是12:15。上海浦东至青岛至长白山 HU7465，到港是10:55，长白山至天津至上海浦东3139，离港是12:15。到港是11:20，长白山至烟台 M0922，到港是12:15，长春至长白山至2178，到港是12:05，长白山至哈尔滨至2176，离港是17:05。就是关注到的是，上海浦东至长白山转飞8841，到港是12:20，长白山至烟台8139，到港是13:15。
山通退2983，但此时13:23，长白山至长白山至至这个上海浦东 CZ6165，您返回时间是11:00。烟台至长白山 M5990，到达是11:05，长白山至烟台 M5990，您返回时间是11:05。上海浦东至天津至长白山 M5190，到达是11:09。先知道了，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。管理层明白，按照景区工作的路线行走。